当时想到什么？你回来公司了，我伫拢还袂有机会问你，你讲是？你就是认为我一定会适应了足好诶，才会找我回来，敢是？我是安尼想无毋对啊，啊毋过。虽然讲我目睭看无，伫处理公司确实有一款代志无方便，也毋过我有子欣，还佫有小赵陪我，会甲我斗相共，你放心，我无问题。其实公司需要的是你的头壳，是你的目睭。那你就应该相信我。我嘛一直拢相信你啊，只是，只是袂放心，对不？佳美，其实你真正无需要替我烦恼，我会加油的。你今日找我，是有更加重要的代志要甲我讲，对不？你哪会知影？听你讲话口气就知影，为什么伫咧丢毒？有啥物代志袂当直接甲我讲？这件代志确实真重要，我希望是我亲自甲你讲的，我无想被你为别人遐听到。啥物代志？我有心啊。恭喜你，要做妈妈。嗯，我会做妈妈。只是，是安怎？是会紧张还是会惊？应该嘛，袂当讲是会惊，是我想袂到，我可以遐尼紧就要做妈妈。我只是在怀疑自己，搁有法度把自己囡仔教养好，该教好，我感觉有法度做一个好妈妈。你的，因为我实在有啥物，不管是啥物代志，只要伊愿意，尽全力认真去做，拢一定会让做了真好。你就对我喊你有信心，懂没？吴佳妹一定会是一个好妈妈。你哪能无爱讲话？无啊，我只是在想，想怎你伫我面头前，永远会当向你结交。佳妹。其实我也有无多勇敢的时阵，也不过既然三年前是我做出迄款的决定，我把你的手牵好掉，起码我嘛敢来当比你更加坚强，做你的靠山。因为我是你的孙。你是师父，师父多谢你。